莲是全国矿场最多的地方，台湾246座矿场中，花莲就占了82座。从和平溪、利物溪、三站溪、枝雅干溪，每条溪的上游云雾缭绕之处，都是一座又一座的矿场。面对新矿进驻、旧矿展延，矿下居民的心声能否被听见？11月28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导播出《矿下家园》。